由着区长林耿汉甲市员彭一峰开球了后，正式来展开三对三的拉球竞赛。区长林耿汉表示，今年报名的队伍总共有117队，总计有350人来参加。报名的队伍是相当的踊跃。迄个阮伫暑假当中哦，提供予少年朋友有一个迄个阮正当的休闲活动哦。啊，今年哦，拢总有117队的迄个阮的选手来参加今日的比赛哦。啊，阮总总分作是迄个阮。少年组、青少年组、个青年组、个小的组，那个少年朋友吼，拢足踊跃来参加今日这個活动啦吼。好，车王，好位啊，好位。比赛采着单淘汰制，这次报名的队伍队名是五花八门，充分展现着少年人的创意。另外，为着要增加活动的丰富，阁有亲子投篮活动的趣味体验活动。应着今年登革热的疫情，伫活动开始前，嘛有着区长林耿汉宣导登革热的防治技巧，并配合着宣导内容办理有奖征答，增加着印象。啊嘛，借这活动的机会来迄个反宣导咱田高人吼，咱田高人是咱最近咱南市哦，团迄个阮足重要的一个工课。啊，市长黄伟德市长，啊，佮阮民政局的颜金彪局长，嘛足重视这个工课，嘛希望讲哦，借着阮这个机会，会当来做一个宣传的工课啦。咱的新闻更新户西港采访报道。